少年啊，我昨日甲伊讲，我有看到35年前的我。三十几年前，我应该比你要帅，但是比较黑。因为上帝祝福你们这一群，真的带着爱，带着使命，带着热情，到外面去不会睡在冰冷的家，甘甜，可能会失眠，但是年轻人没有关系，回来瘦2公斤，也是很值得的。年轻人真的出去。看到有一些山上的孩子，他们真的生活习性跟我不一样，家庭的背景跟我不一样，动作很大，很麻烦，行为很难矫治，多一点爱跟忍耐，因为有时候你要硬调整他的行为，他会受伤，然后他会记一辈子，知道吗？反而我们忍耐，只有他们的父母亲要忍耐一辈子。你们忍耐只有几天而已，要表现得比他的老师、比他的爸爸妈妈更有耐心，他会永远记得你、感谢你啊！所以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，趁着这个机会出去，因为10年之后，你们也要当别人的爸爸妈妈啊！真的，这个都是一种学习。离开家的孩子成长比较快。送你就交给你了，要听一经传道的话，一生哦，来来来，传道，来来来，她是你们的妈妈啊，来听她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永福教会的青年真的是永远住在上帝国度福分里面的一群人。他们领受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爱与救赎，他们领受了之后，他们愿意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，就像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。我没有办法跑到很远，但是我们今年选定了嘉义的范路教会，在那个社区，他们的传道人要展开对社区的福音工作，我们就是一群先去撒种的人。愿你充满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有爱、有忍耐、有热情、有安慰。看到有一些家庭通过孩子带到家庭里面去，然后成为许多人传颂的故事。这一群中彰化永福教会来的青年，真的就是带给我们这个部落、这个村庄今年的天使。他们带来了爱福音，谢谢你差遣他们、重用他们、高举他们在你的国度里面。被高举的人能够谦卑下去服务需要的人，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能够去拜门，好不好？